兰溪愿以命相救冯熙。陪我的允许，你不能死。天山的换命之术来救他吗？用你的命来救他，你的命数只剩十年了。以前我以为只有辉煌才能活下去，直到遇到他，我才真正明白活下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能陪伴他走过十年已经很知足。前辈，兰溪愿以命相救冯熙。他们都说割舍，割舍。人生中有些东西要丢掉才能获得，有些事情终究割舍不了，可唯有他却怎么也舍不下。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。三千烦恼丝，我留着一根又何妨？就让他帮着我一辈子吧。兰溪，兰溪，兰溪，兰溪。怎么？难道我白头之后，你就不喜欢我了吗？
傻。幸亏有天机前辈，不然我都要失约了。怎么样，现在的我是不是显得比以前更成熟了一些？只是可惜了，你以后不能再叫我黑狐狸了，毕竟我头发都白了。雪老天山一命换命，运用了多少寿命？很幸运，前辈说我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陪着你笑春风，看夏荷，品秋露，赏冬雪。若你不在这世间，我便再不会醒来，永远只会活在噩梦之中。先走的人总是自私的，把痛苦留给活着的你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要让你偿命。说什么？心意相通，方能达到至高境界。一个人是无法将蓝银闭月发挥到极致的。请起。自今日起，我便不是亲王了，而是江湖上的白风夕。风云际、墨雨季的将士们听令，听闻你们的雍王俊雅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因此，我白风夕结其为夫，
以此昭告天下，若有抢夺者，必定三尺清风静候。你也真要闹得天下皆知啊。世人只知道亲王嫁给了雍王，但却不知道这江湖上的白风溪抢走了雍王当夫君。只有做这样的事情才够面子，才更有意思。姑已经留下了诏书，尔等要听从凤七吴和徐渊两位将军的安排，若有不从者，视为逆臣。遵旨。我们要走了，各位，江湖再见。恭送大王。回来了。哇，真香。我家娘子被熏得都快成小花猫了。哎，我家夫君这手都起茧子了，以后怎么洗石垂笛啊？嗯。哎，这半生都要过完了，从相识到现在，一大半的时候都是对我冷嘲热讽，一言不合就要和我打一架。如今好不容易成婚了，也少有温言暖语，更别说什么举案齐眉了。嗯，那不如我们就来一个郎君画眉如何？红袖添香。这江山如